各位同心，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好不容易啊，进入了最后的第二节课。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节课呢，我要和咱各位讨论的，就是本来伫第一节课爱甲各位讲遮个历史，但是呢，我是超工将后摆要讲的先伫头前讲，因为呢，即马已经训练到57届时阵啊，我相信真济同志同心啊，都真真正正开始了解讲台湾的历史，还是讲过去。但是咱若以课本所写的台湾的历史是全部错。台湾这个土地是什么人的？啊，什么人有主权？什么人有决定权？这拢是历史来的呀，没讲的。但是这个所谓的历史因缘啊，不是来决定讲台湾的地位的。我来请教咱各位，台湾这个土地到底像的？有真侪讲法，有人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秘书刚刚讲，你伫住的厝就是你的。再讲一摆，你伫住的厝是你的，举手。我根据这句话，你伫住迄间厝是你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你是租的举手。你啊不是租的，啊不是你的，啊不是啥？再讲一摆。你现住是你住的厝是你的，所有权证是你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你是租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你若准是租的，你敢袂当讲这间厝是你的？袂使讲。你若有所有权证，你当讲这间厝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来，即往讲来讲台湾，因为你有所有权证，所以你当讲我住这间厝是我的。你即马伫台湾，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伫生炭，你讲台湾是我的，还是台湾是台湾人的？你如果讲这句话对的，请你举手；啊，唔对的，请你举手。是啦，各位开始有迄个观念嘛？你虽然伫台湾这个土地内底伫生炭，但是台湾人无所有权啊！400年来，台湾人唔捌有这块土地所有权，就是主权啦。啊，所以你都要去研究，什么人一旦决定台湾这块土地的所属，是属什么人的？伫国际法内底啊，这是啊，爱用啥？条约，条约，用条约才能够解释这块领土主权到底是什么人的。你个兵历史内底，头一摆。最近的这个100年来的啊，头一摆发现讲有一个条约，有伫决定台湾这块土地归属，是啥物条约？马关条约。啊，马关条约是啥物人？甲啥物人？是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天皇，因两个人所签的。所以大日本帝国的天皇，因为签这个马关条约以后，伊得到台湾这块土地。但是这个土地是安尼哦，在国际上，这个国家的国际法的规定，这块土地哪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呢，就不可以割让。敢那秘书请求，清朝有一个辽东半岛，辽东半岛就是以清朝的发源地，哎，这个所在叫做奉天呐。奉天，迄当阵在马关条约的时候呢。有一度啊，曾经啊，清朝的皇帝敢挂予日本的天皇，但是三个国家起来反对，意大利、德国甲苏联。然后日本天皇经过10天以后，佫签一个《辽南条约》，将辽东半岛啊，献予大清的皇帝。为什么？神圣不可分割。
但是台湾这块土地甲平湖是大清帝国的拓殖地，拓殖地坦白讲比殖民地啊更加低一级。拓殖地就是啥？因为台湾这块地图内底，你来看，敢那西边、西边啊，这一条啊囝的土地，清朝有派汉人啊来这个土地来开垦，所以清朝将台湾这块土地共割予日本，其实不是割予日本啊，等于啥？将伊的管辖权啊来交予日本的天皇啊。日本天皇摕到这块土地，在国际法的内底，台湾这块土地仍然是日本天皇的拓殖地。所以日本天皇为1905年，就是伊1895年接了这块土地以后，经过10年，1905年。1950年的时阵，伊发动军队，甲这个啊做警察，为北边改征服甲南边，和这块土地所有的老百姓拢总服从日本天皇。迄当阵，伫国际法内底建构了台湾的主权。迄时阵是1915年，所以1915年建构了台湾主权以后啊，伫1922年2月6号，迄当阵。华盛顿裁军协定内底的19条，承认讲台湾平湖这块土地是属日本，大日本帝国的，那是为这个所在来。所以日本人伊到今日为止，因为去用开罗宣言去给创，他给创功去，因为战败嘛，你看战败国家拢真惨嘛，战败国家爱安那。要赔予战胜，战败就足凄惨嘛，啊，搁赔，搁出足侪钱诶。伊个国家绝对老百姓啦，大家一定拢无勇气，啊，是毋是？人诶，迄个价值观呐、会改变啦。日本就是安尼啊。日本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伊啊，1945年诶，即个8月15日啊，宣布投降以后啊，坦白讲，日本人啊。开始过了足凄惨的日子啊！台湾人啊，过了更加凄惨。台湾人表面上中华民国入来台湾的时候，哦，恁拢同胞啊，中国同胞啊，大陆同胞啊。但是实际上啊，遐中国人伫台湾伫统治的时阵啊，因的心内、伊的头壳内足清楚知影，咱台湾人是日本人，咱是属战败国，只不过是伊为着要管理较方便。将你台湾人本来日本的国籍，拢共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，这是1946年1月12日。所以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1945年9月7日，举办了投降书去签。中华民国军队入来台湾是1945年才10月左右，入来以后，阁经过无几个月，1946年1月12日。人用平静命令，人宣布台湾的人拢总一律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咱的国籍是安尼来的，但是1972年的时阵啊，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一个联合声明，废掉台北合约，废掉以后，台湾人的国籍变作。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变成无国籍，这是换伊判过来。啊，咱台湾人唔知啊，咱台湾人一直拢叫是讲家己是中国人，家己是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其实伫国际法内底啊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各位，讲到这个所在，咱来了解这个战争法内底讲什么物件？战争。是真侪国家互相中间意见未合的时阵啊，采取的行动啊。所以战争法伫国际上包括五种物件。有关国际法内底战争法五个，第一个194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。海牙公约你捌听过吼？海牙第四公约讲战争的部分。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第二个战争法就是在日内瓦和平公约内底。第三，
就是美国，第三呢就是红十字会总章程，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第四个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惯例判例啦。第五就是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这五个条约加加起来叫做战争法。所以战争法有很多事情都是依照惯例，惯例怎么说，战争法就从那来。所以今天你如果战争法你没去读，只用一般的国际法来说台湾的地位，各位你解释一半都没了，同时都会解释错误。所以战争法尤其台湾的地位会叫火气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你看看全世界强的国家差不多都在读战争法，如果较弱的国家敢有在读战争法？没呢，怎么说建拜建的建书啊，是要读什么战争法？建言的国家要给你处理啊，要给你处理啊，他就去研究战争法啊。但是我是感觉说国家较水较烂的人都爱读战争法，怎么说你读到战争法，你知道说战胜国对你怎么处理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，他如果欺负你，你用你的人权给你改写，甚至是人权没给你保障，你就可以来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有人说台湾的问题是不是提起国际法，国际法庭，你认为 你只用你个人想法，你个人想说台湾的问题可以用国际法庭提出诉讼的，你举手，你认为说可以的，你认为说不可以的，没举手什么，不知道会举手，不知道、我实在都常常不记得说会不知道呢，各位，我都提出国际法庭裁判了，是怎样？咱不是国家，咱哪准不是国家？咱要来提出国际法庭，爱靠什么人？你想看嘛？你认为爱靠谁？来，第一靠中国的举手，第二靠日本的举手，第三靠美国的举手。都不对，靠日本啊，美国是只跟你占领而已，你跟美国说我来跟美国，我台湾跟美国联合来去国际法庭提告， No， 他占领这，哪有可能跟你联合去联合国去国际法庭提告？你都不记得，你上课上到久了，台湾这个土地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呀，所以若要提告，要去拜托谁？要去拜托日本天皇啊，安尼听好无？所以追根究底，有真济代志，你为遮来想，你会想讲哦，安尼台湾这个土地免哪解决？为对解决？什么时阵会当解决？美国因为伊是占领者，美国伫咱台湾做遮济歹代志。你跟他说来你和我做来去国际法，去国际法要告谁？告美国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够危险的吼，我想说奇怪的我有啊，还有理由呢，放心，您咱是桃园，这么空旷的地方，免烦恼。还有理由吗？还有理由呢。提醒有你听啦吼。嘛好听啊。听啊吼。外站又开始了吼。还有呢，我有感觉呢，有啦，天顶拢在听啦，天顶拢在看啦，来，好啦，
好。啊？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会使啦，我讲好啦。你想看卖吼？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你若有受到无公平的待遇，你甲美国讲，我来甲你联合来去控告谁？控告美国？无可能啊！咱去告美国是因为我伫美国的家己本身的法院告伊的主管，比总统甲美国的国务院。你要伫国际法庭来控告美国，啊，甲美国联合，因为若真正要控告，都爱一个国家来提出来。啊，即摆是啥物啊？我都提，咱台湾无嘛。啊，所以啥物人会当替台湾提出告诉？日本。啊，啥物人？日本天皇。因为日本的政府，现主席日本政府已经毋是大日本帝国啊。哦，所以这是法律，我讲啊足清楚，你就应该听有啊。啊，我定你讲哦。啊，你台湾人是日本人，会证明伫倒？靖国神社是会证明一部分尔啦。39,100名的台湾人的英灵放伫遐。中华民国的忠烈祠无台湾的英灵。啊，你台湾人去替中华民国做兵死去，伊毋捌讲甲你的灵位啊，放伫伊的忠烈祠，因为安怎，你毋是中国人。啊，咱台湾人遮久以来拢搞错啊，拢一直想讲你是中国人，咱是中国人，啊，你想看咩？人都无甲伊认定讲你是中国人，咱是中国人，咱拢是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，所以真济代志。台湾人无法度得到公平的待遇啊！啊，咱好不容易，咱已经找出来，咱找出来讲，你美国，你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这是旧金山和平条23条讲啊真清楚的。当然，咱台湾人本身啊，我们自己本身啊，过去是拢唔知影，67年68年来，拢误解去啊。好不容易即马来遮上课，大家开始知影讲，哦，原来美国一个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所以咱即个2020年的10月2日是控告美国，咱得到5个答案。这5个答案你嘛爱小记呢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；第三，本土台湾人还生活在政治的联合；第四，美国法院承认说美国还在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；第五，美国法院要求行政单位要主动来协助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。来，美国有跟你协助吗？为2009年4月7日判决以后，这个叫做高等法院判决以后，伊有甲你帮忙无？你认为讲2009年到今日有甲你帮忙啊？你举手，你爱读，你感觉有啊？有无？啊，你感觉无帮忙啊？举手，有帮忙啊，足大的帮忙啊！第一，你台湾民政府伊甲你承认吗？第二，你敢能看得到？伊已经透过法院透过美国的行政系统，和中华民国停止征兵啊，无叫你做兵啊呢。但台湾人敢未晓看，未晓看啊。我讲你台湾人免做兵，你认为外口一般的台湾人知影你举手？啊，你认为讲台湾人唔知影举手？唔知影，遮济呢？啊，你未感觉真奇怪？是啊，军队一直减，到即马阁减40,000名。啊，三军司令部取消，喂，三军司令部取消的意思是啥？指挥系统取消啊，指挥的系统无去啊，啊，指挥的系统无去，安尼是成何军队啊？记得舰顶悬挂美国旗，舰车所有的 logo 迄个 mark 啊，中华民国 mark 拢划掉。飞机，迄个马克拢提掉，
滚干，你的肉壳拢摕得掉，很奇怪。你应该家己去修嘛。啊，希望马英九佫讲，干2014年唔免做兵，有无？所有人拢免做兵啊嘛，你袂感觉很奇怪吗？啊，募兵，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高华柱讲，哦，袂使咧，安尼无兵源呐，安尼爱改成征兵，募兵制。结果募兵啊呐，无人，啊、哦，募兵无人，啊，你来看，其实他也不可以募兵啊。所以有这个现象，我甲各位讲，你老弟做笔记的，请你甲记起来。我只加预言，2014年，2014年，台湾会有很重大、重大的改变。啊，有什么？有什么物件改变？台湾人你会错一条。是安怎？台湾美国跟你讲不可以公投，事情牵涉到台湾主权的物体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公投，为什么？原因一个尔，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；另外一种人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。住在台湾这块土地顶端的人，就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再讲一摆，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敢那闽南话嘛无啥共呢？你不能叫伊讲台湾人甲中国人同款呢，不一样呢。伊只不过是讲，蒋介石带一200万的难民来台湾，甲咱揽落去。迄阵啊，咱台湾人叫飞起啊！伊真足厉害，咱听人讲。大兴甲你讲哦，同胞们，过来用教育，过来用做兵这种的形式，啊，咱台湾人呢都接受。当然啦，台湾人嘛真歹教啦，所以才会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，精英拢甲你抬。受过大学教育的拢台，白色恐怖高等教育拢台，台到今日台湾人拢唔敢讲话。啊，当然唔是讲无叫台式的人唔是精英啦，唔是这个意思啦，较好闪嘛，闪过啊。啊，但是即马，你们讲啊，中华民国有可能搁台无？无可能啊，是安怎？伊无法度搁抬啊！理由伫倒？美国已经将伊个喙齿拢拔了了啊！无宪兵，无军队，其实中华民国甲咱啊，同款同款啊！所以伫即个拜五有发生一件，咱个现在即位州长个代志，我有甲各位讲过。中华民国司法部个调查局敲电话予咱个州长。我相信因遐人嘛伫看咱的电视转播呢。敢问讲，叶先生，你是不是在贩卖车牌、车牌了？咱的酒店工人甲伊讲，是我在贩卖车牌，我的车牌是因为美国军事政府所承认的台湾民政府的车牌是红色的。哎，各位，您即马有开车，请你举手。你有开车的，好。啊，你开车，你的车牌是红色的，请你举手。无呢吼，啊，你是白色的，请你举手。拢白色啊，啊，奇怪呢。咱的新竹这位酒店，你卖车牌是红色的呢？可见这个红色的车牌是不是中华民国的车牌？是不是？啊，可能颜色都无同啊，都绝对不是啊！你不要看呀。所以伊甲讲。伊讲你若要知影我卖什么车牌，你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甲看。啊，竟然这个民政府的官网还袂甲讲出来，调查局刚刚讲，我知道啦，你们在桃园上课啦。这表示啥？又去看啦。啊，你这上课上偌久啊？2年半呢。
刷你甲问过一句话，我问你咧，咱的业主甲问啊，啊我挂我贩卖台湾民政府的车牌有没有犯法？咱无犯法呢，犯的是什么法？我们不是犯你中华民国的法呢，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嘛有人去甲咱检举呢，去做检举，内政部检举，甲内政部讲啥？哦，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叛乱集团，你们为什么不取缔？内政部安那个讲？中华民国内政部啊，伊讲台湾民政府不是，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啦，但是呢，伊无甲你讲合法组织，不是非法组织的原因是啥？因为台湾民政府是照间接法所成立的，希拉瑞甲咱背书三届啊，迄张公文你有想要提无？要吧，要迄个公文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来迄、那个也做咱的工作人员吼，迄、那个公文啊，甲影印分到大家人。你也看吼、哦，为中华民国内政部甲你保证讲，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当然伊毋是甲用非合法啦吼。啊，不是非法就是合法，啊，袂变。伊歹势甲你讲啊。第二，中华民国的调查局，伊嘛唔敢甲你讲，你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车牌是非法的呀、啊，没有说啊，等于甲你背书同款啊啦，咱天天讲啦。所以咱有车牌，咱业主就嘛甲伊讲，我得到这个车牌的人有几个条件呢？第一，你爱有身份证，台湾境外身份证。第二，你这架车爱有行车执照。第三，要遵守台湾民政府的道路规则，同时也必须遵守台湾当局的道路规则。不是说你有台湾民政府的车牌，你就能去闯红灯呢，还是你可以酒醉驾驶呢？不可以呢，酒醉驾驶，台湾当局给你处罚哦，我跟你说哦，啊，咱台湾民众给你吊牌哦。所以各位，咱这就是开始甲中华民国中间啊无缝接轨，拄啊开始两家牌拢挂，半年后换挂咱的伊的铁条。因为你即摆开始挂这个牌的时阵，中华民国警察，尤其遐少年啊，会甲你感觉真解救咧。我的白色的，你来挂红色的，啊，一个靠近去看，哦，美国军事政府。说各位，我阁讲一摆，咱都爱照法律来行，离开法理，咱死路一条。你要制造法理，不可以。尤其照法律来行，爱一步一步一步来行，要脚踏实地。讲较白咧，照咱台湾民政府的中央的领导下。来行，安就对完啦，安了冇？台湾人六十八年来过什么日子？1949年6月15日，中华民国印新台币给你换，一块换40000块，你会记得无？新台币一块，换咱的旧台币40000块，你会记得无？会记得举手？较有可能，遮少年拢会记得。你看看遐，对啦，你可能会记得啦。迄阵你几岁？14岁，哇！迄阵足痛苦的，会无？吼，哈？哦，真贵啊！我跟你讲吼，我知，咱台湾吼，400年来台湾的米唔捌欠过，啥物时阵欠？1945年投降以后的迄几年啊，咱欠米。啥来欠米？国民党将遐米拢总甲送去中国去啊！咱台湾从来没有缺米过呢，
但是咱们欠米，迄间的米的计数啊，短短两三年内底啊，为一块啊变作八百倍的。你看啥物人，我都坐，我都吃啦。啊，台湾人唔知啊，台湾敢咧欢喜讲哇，回归到祖国。你拢袂记你的祖国是啥物人呢？敢若叫是讲，我家己要做建县国。来来，咱讲只讲较良心的话啦吼，先莫讲建县国、建白国啦。伊今日的生活水准啊，各方面水准啊，你比较爱中国啊，比爱美国，还是比爱日本？比爱中国的野手，比爱日本的野手，比爱美国的野手。你爱美国是原来是对啦，但是呢，歹势吼，你的皮肤敢若无啥白呢？你去美国，你有好像歧视。啊！美国是军事政府占领尔呢，你们人叫是美国天堂呢。啊，问题即嘛是安尼啦。咱既然咱的老爸，我所谓老爸是讲吼，就法理上啦吼，咱的老爸是日本天皇，那么敢换老爸敢袂使？会认为讲会当换老爸家手？啊，袂当换老爸家手？你话，你拢知影袂当换老爸啊？啊，袂当换老爸，你要变美国？去美国生活，哦，但你美国生活，你敢真正去美国生活？你唔相信？你去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去生活看，我看卖啊！你拢嘛惊啥？洛杉矶啦，啊做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啥？迄、那个啊做华，迄、那个做台湾人住较济所在去个生活，敢唔是？敢唔是？拢是安尼嘛，卖假啦！叫你去美国，我甲你讲，我讲一个例互你听啦。我有一阵时间啊，我是伫夏威夷，啊有一阵时间我嘛去 L A， 去 L A 的时阵啊，去我咧袂当学袂讲话咧，迄落飞机吼，两个学生伫边啊讲啊，看看，夭寿哦，啊那拢种黑人，你知黑人讲啊讲啊，黑人有啥物唔好？黑人甲讲台语呢，黑人有啥物唔好？惊一条。啊，个黑人，你讲黑人，你住伫迄白人区啊？你甲我甲你讲，你甲坐电梯倒啦，电梯哦，门拍开。你若黄种人啊，先甲爬入去吼，遐白人会甲你瞪呢，目睭会甲你认呢。但是若是夏威夷就袂呢，夏威夷日本人足多嘛，夏威夷日本的人拢是头家较济啊。电梯若开，黄种人先入去，遐白人点点。即我甲你讲哦。你不能就是讲世界上没有种族歧视这款的话，真正有呢。我常常有甲朋友吼在讨论啊，朋友了解讲，家己甲我讲安尼啦。伊甲我问讲吼，你会不会种族歧视？恁会种族歧视会举手？恁会举手？啊，未举手？啊，无举手什么意思？国问，当然举手啦。你会种族歧视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你不会的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手放下。我请问你呢，您后生讲要娶一个黑人的查某，袂举手？卖来一套，卖来一套。你来看哈，你们不会种族歧视。啊，跟你讲，恁某，哎，不，恁囝要娶一个黑人的某，拢不爱举手，你看。你不会种族歧视，卖假啦。这是啊，天性啊。天性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卖讲安尼，台湾人甲中国人都无通同款啊。我以前我细汉的时阵哦，我一个阿舅医生啊，伊人交一个中国的查某囡仔要结婚，我阿妈都反对啊，密密麻麻呢。哦，你若娶迄个吼，哎，我阿妈讲伊要自杀呢，啊，就落败唔敢。所以你也看吼，你讲你不会歧视，你袂轻视袂，迄拢是啊理论上啦。我嘛是同款吼，去方问倒去啊。有人甲我问讲吼，啊你会不会总是我伫美国啊？你会不会总是我绝对袂啦，我黑人白啥物？啊恁查某囝要逼嫁黑人，你袂无？他真正他敢无爱收？啊我甲你同款，我讲吼，啊只要伊若嫁伊就嫁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甲我骗啦。啊！你莫甲我骗，
所以我今天讲的是，当然我们尽量不要种族歧视啦，尽量不要种族歧视，啊，就做事情都公平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问题现在，所以你看看，那个中国人要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台湾人？他们绝对看我们不起的嘛，因为那是见百国嘛，他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来统治台湾，那个领导者都是 中国人啊，台湾人几乎没有啊，他们听说用很多措施让你自己本身你不知道，例如关中前几个月你说，啊，你们台湾人说，啊，做公务人员，为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啊，你就那天你参加考试就好嘛，啊，你都考不掉嘛，来，我们来检讨这个这句话，台湾人考试考不掉吗？不是呢，他现在考试的时候，他这个公务人员他该分呢，哦，中国有36个省，啊，台湾只是其中的一个省，啊，看对一个省有几千 几万人 几千万人，啊，他的比例，我跟你说，那一百个公务人员啊，台湾要调啊，调无半个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所以台湾人自然怎样，无法度做公务人员嘛，啊，那个中国啊，未晓读册，嘛就做公务人员呢，我最好的例，我讲给你听，当然我不是中国人啊，马英九跟我同学，高中同学，我是考入的，他是不用再用补送的，啊，我哪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放榜的时候，拢总有 九百几个，但是入去建中的时候，编班做24个班，欸，奇怪，我才算一班是50个人，24个班这样多少？1200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榜单啊，放榜的榜单才900个，啊，加多少？200几个，啊，所以这200几个为谁来？哦，我那些同学来的，大家互相的问啊，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他就说他几分。啊，有的人你先跟问说，啊，他考几分？他都不会跟你说。入去建中以后，两三个月以后啊，大家感情较好啊，伊才甲你讲，讲我是保送的。要是有迄当阵，我乃知影讲有这个保送，迄初中要考高中是拼甲要死呢，无眠无日读册呢，人会当保送200几个保送，啊好，伊保送入去。你知影马英九高中一年的时阵啊，三科无及格。数学48分未当补课，爱落地，爱有落地无？无呢？伊伫咱这边，伊即摆要选总统的时阵，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啊，所做的广告，甲恁讲啥？讲伊足够读册有啊，讲哈佛毕业有啊。哦，大家拢叫是讲哈佛毕业偌牛的呢？其实伊读建中是补上入去，高一差一撮落地。所以迄当阵，阮24个班内底啊，为高一要升高二的时阵啊，落第一班啊，剩23班啊。啊，高二开始就爱分做文组甲社会啊，甲自然组。坦白讲吼，我毋是讲社会做唔好啦吼，毋是安尼讲。但迄个时阵啊，阮迄个时阵啊，确实有影较巧的，拢是读自然组啊，较袂晓读册，拢读社会组啦。因为社会要用背的嘛，所以马英九是18班，18班是侨生班，啊，另外19班是咱台湾的台湾人读的班啊，拢社会组。啊好，啊，即摆高中毕业，考大学，恁所知影马英九调队，调台大嘛，对不对？台大法律系对吧？其实伊调队，你敢知影？淡江啦，加分入去啦，所以迄年的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考中华民国法律律师，敢有一个人考袂掉啦？啥物人你知无？袂歹嘛，恁真巧嘛，就是他马英九。啊，伊毕业以后，中山奖学金送伊去哈佛，你毋通继续讲哈佛爱考试呢？你若甲寄费$几十万，我甲你保证，恁囝几个拢会当去遐去读册。结果，
哈佛大学毕业的，只有一个人考不掉美国的律师呢，名叫做，现在你比较聪明，马英九，所以你说他的头脑多好啦，所以我常常怨叹，沙流的人来，中国人来统治我们台湾，对，沙流的统治一流，我是一流的，我认为，所以他的数学这么坏，不怪经济拖拖拖，所以你说他的经济不好，不是不好啦，他基础就很坏啊，我看一加一等于多少，他不一定知道呢，你说一加一等于多少，不一定知道，你也不一定知道呢，你知道我们的网络啊，我们的网络有一个问题啊，考倒所有人啊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三啊，要求真的假啊？一加一等于三的牙齿，一加一等于王的牙齿，不牙齿是什么意思？一加一等于二的牙齿，一加一等于二啦，这简单啊，大家都黑白想的，这各位，马英九，他是中国人，他都开始，现在开始，原来，哈？深圳啊，马英九呢？我讲伊深圳，我唔是乌白讲的呢。民进党唔是几啊摆拢伫吐马英九，讲伊是美国籍有无？什么人去告马英九？敢确定讲伊什么籍？无呢，无人去告，敢那台湾一个人去告我。我甲告，我用法律伫美国提告，逼到美国 CIA 派人来台湾跟我讲呢。因为我跟你说实在啦，你不要再告了啦。马英九有一个那个处长啊 ，AIT 的处长啊，叫 Stephen Yang 杨淑丽，你们来给我。杨淑丽一讲一句话，马英九的身份很复杂，有啊？为什么会复杂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你说，马英九他是怎样？伊是美国的绿卡娘娘啦，但是即马会当摕到美国的公民，因为伊用美国的法律的漏洞，伊为美国坐车入去温哥华，为温哥华坐飞机登来台湾。所以伫理论上，理论上，马英九的身份到底啥？美国，伊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规定，绿卡的人两年半加一天。连续在美国待的时候，对这样变作公民。马英九这款的经营，和一个人同款，叫做李庆安。李庆安即马，迄个做立法委员无做啊，有啊。谁那李庆安无做？因为李庆安啊，计较呢，伊去甲骂杨淑丽啦，讲叫中华民国爱将杨淑丽给驱逐出境。哦，杨淑丽讲，你这狗囝你啊！也要把我驱逐出境，伊在国公布伊个美国公民的身份。伊嘛是同款，坐车去温哥华，啊，叫温哥华坐飞机登来台湾，啊，就是拢无人知啊。所以杨淑丽甲公开。所以马英九伊真正的身份，即马是绿卡，但是我伊若总统无做迄一天，伊马上去美国申请，伊就变作公民。所以你讲对马英九，伊有法度落任以后，你有法度甲处理吗？我感觉很难，很难呐、啊。所以咱呐，咱爱较紧诶，脚步爱较紧诶。咱台湾民众爱用上紧诶速度来去接政权，但是呢，四百年来，咱台湾这个土地，台湾人。唔捌管过咱家己，咱唔捌有咱家己的政府，咱台湾人的政府，咱即马来靠啥？靠咱在座各位，靠咱现主席有2300几个啊，初级班3300几个，靠咱这学员，赶紧来学好势，国际法律拢知影，安尼甲美国要求，因为咱已经够啊嘛。过美国以后，美国照美国的要求，咱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接掌政权。你讲安尼好唔好啊？
咱的中央政治局甲中央事务局的干事长，即马开始呢。当然，政治局较早啦，两礼拜就开始啊。啊，政治局呢，事务局的干事长呢，为后礼拜开始啊，分门去咱六个州，啊，甲包括迄高沙族含当人面谈。啊，要去的时阵哦，我希望咱各位，你若接到电话，请你来办公室。对咱的州的办公室，啊，你若讲无接到电话，你嘛无要紧，你会当甲你的州长讲自我推荐。你讲我很适合当哪一个职位，因为你若适合那个职位，咱愿意帮你训练，帮咱台湾民政府训练。咱这个任务希望在八月以前甲完成，因为啥呐？因为九月份。美国要替咱开一个记者会、甲酒会，这个酒会、甲记者会开落去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的地位会明朗化。年底，美国也有很大的决定，明年就是决定台湾后摆会行的方向啊。有的人到今日不相信呢。但是我今日甲你讲几个代志，互你相信。你甲看现象，第一个，我甲讲中华民国要离开啊，中华民国要离开，伊下死命的哦。你也看即马现主席，包括伊中华民国政府，包括伊遐个人，拢贪污的贪污，是讲即马贪甲足歹看。严清标。做这个做啥？做迄个也做，议长，不是议长啦。做迄个也做立委，竟然贪污，会当甲除罪化。啥讲啊？已经咱台湾人已经无话好讲啊。今日报纸有吗？做一个议长，吃花酒。开几啊千万，无多。这你台湾人有法度忍耐吗？对，你台湾人有法度忍耐吗？你现出是你无法度忍耐，啊，无你是变哪？你要甲变吗？你要革命吗？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甲革命，因为咱只干一条性命尔，咱来珍惜咱的性命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也要来这个法律的所在来上课，咱就要用法律。这个法律啥？爱甲美国讲，你美国军事政府占咱台湾，你袂当放予伊底下胡作非为啊！后人讲贪污会当无罪，迄当时伊要入面时阵，我就感觉很奇怪，哎呀，这个人奈，安这尼啊镇定，人原来人哪地拢讲好啊？当然啦吼，这边因里哦，迄柯文哲啦，迄台大的医生有啊。伊做教授嘛，伊遐研究会迄种的钱，有当时啊，伊遐研究啥呢？可比讲哦，我即马教授，啊不即马研究会有来，啊即马来的时候，我即个钱哦，有当时想讲，我即边献起来，啊甲开胃放回去，嘛是同款伫个研究室啦，安尼讲袂使，安尼袂使是也有理啦，都爱照规定嘛吼，你袂当讲叫伊讲即个钱去买一支笔，啊你无买笔，啊你去甲将迄个钱甲买一张纸。啊！伫个法律咧，安尼袂使。啊，所以柯文哲今日讲一句话，我看了真爱笑。讲到底是严清标救了我，还是我救了严清标？你听有无？做议员的人吃花酒无罪，做教授去研究的人无买笔去甲买纸，也嘛无罪。啊，即马有人问讲哦，啊，国务机要会想要有罪，就讲阿扁啦。啊，所以吼，即马问题来啊，到底咱台湾要怎行啦？若阁像安尼落去吼，台湾实讲哦，非常的危险啊。即马自杀嘞，你知影有偌济？顶半年多，32,000人，
我相信我伫高雄咧演讲的时阵，有真侪住伫高雄啊。顶礼拜，我咧高雄啊，我爱河住伫爱河边，讲刚顶礼拜跳三个。欸，啊，这跳爱河，敢有咧甲你讲，拢无甲你讲的呢？啊，台湾人敢不爱过款的日子？啊，但你袂够啊，你台北市有钱嘛足多呢？这就表示哦，贫富已经差距太大了啦。啊，变作中国人伊有法度生活，你台湾人无法度生活，会较奇怪。当年比中国人是逃难来台湾的人呢，啊，咱台湾的人是土生土长伫这个土地，一般啦，土生土长伫这的人，你只要啦打拼，你拢会当换一半饭来吃呢。啊，变作中国人无半项来台湾。伊讲伊是农民，啊，我来咱来看农民啊吼。敢真正农民救着台湾，敢有安尼？伊敢有保护台湾？我甲讲伊讲，保护台湾的唔是农民，是美国第七舰队保护咱的呢。是1950年6月27号，杜鲁门总统宣布第七舰队巡防台湾，要求就。解决袂当反攻大陆，嘛是要求中国袂当进攻台湾。到今日为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唔捌拍一粒枪支来台湾。伊敢若伫1966年拍两粒飞弹，迄两粒飞弹拢是空包弹。为什么？伊若敢真正实弹拍台湾的时阵啦，我甲你讲，这是战争啊啦，侵略。所以中国更加强，有一天敢说。伊来打台湾，摕到台湾，嘛毋是伊个。安怎讲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呐、啊。咱读《战争法》的课内底，这两节课内底，会记两件代志就好啊。第一个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，啥物人占去拢共款。第二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啥物叫流亡政府？离开他自己的法定领土的所在，刷去别人的土地顶管的政府，叫做流亡政府。所以，啥呐？伊中华民国，伊的名称叫做 Chinese Taipei。啊 ，Chinese Taipei， 中华台北，请你举手。中华台北无啊，无啊。中国台北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拢无。啊，无要叫啥？啊，无要叫啥？啊，唔知影举手，唔知影举手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上过讲几下摆。Chinese Taipei 真真正正英文名叫做 Chinese Exile，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台北，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你正港的名是安尼啦，所以参加全世界所有的组织，让全世界拢知影讲，伊是流亡政府，所以改好名叫做 Chinese Taipei。可能咱台湾人，一个误解，因为伊的宣传嘛，中国台北、中华台北，甚至中国台北、中华台北，伫中的时阵啊，啊一挂少年啊欢喜啊，就伊的旗啊，甲铺伫身躯顶安尼去走。啊，其实美国人还是外国人看到这样、個，拢在甲咱笑呢。啊，你这台湾人是笑的哦，那是流亡政府呢。有一届，中华台北甲日本拍野球，最后的时阵，日本人讲一句红不浪，啊，台湾人就咱的学员啦，迄天在伫楼卡啦。看日本讲一句话，闽南大家拢安那啊！我讲恁阿啥？我们输了。我讲恁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什么？我们赢了啦！为什么？啊！恁上课跟你讲，你是用日本人，啊！你无赢吗？中华台北是中华台北是叫你台湾人替伊做佣兵呢？啊！咱是日本人呢？日本人讲话闽南是咱赢呢？啊！大家恍然大悟，哦，有影哦，咱赢嘞吼！台湾人就安尼啊，上课一回书，啊，实际上看到，搁另外一回书去啊。所以咱台湾人很奇怪呢，你上课跟你讲法，你讲几波，时到
轮到的时阵，你嘛拢看无呢？啊，未适应，啊，拜托，较早适应诶，你免较当时适应啦。所以中国台北、中华台北，你要搞清楚，迄是中华民国。所以来，我问你，台湾人捌选过台湾总统无？捌咧举手，唔捌咧举手。啊，恁无举手，什么意思啊？从来没有选过，唔捌搞过票举手。真假的？你唔捌选举？啊好，我有输恁啊！我要甲你鼓励，卖去选啦。你去选中华民国是要创啥？你选中华民国是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呢？你不要搞错呢！好家在骂你啊！美国要入来处理啊！啊，若无吼，若美国无入来吼，哇，咱台湾人怎样戆戆戆呢？推推推呢，我袂骗。我搞不清楚呢。其实台湾人从来没有选过台湾总统。马英九，伊是中华民国总统。你也看吼，即个吼，比咱较巧，哎，嘛头脑真好呢。伊去美国含迄个希腊的见面时啊，伊讲吼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。伫国外，伊就不爱讲伊是中华民国总统。来自台湾的总统，我被他清搞。我们台湾什么时候选过总统？你有去选台湾总统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选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拢无选啊？你哪有去选？你当伊选过？伫甲你讲过的时阵，伊讲中华民国总统，伊当选，伊宣誓向中华民国宪法宣誓，全世界吼。会使讲无人讲用伊个宪法伫宣誓做伊个国家个领袖个。美国、欧洲，啥物所在拢差不多共款，拢用啥物伫宣誓？宪法，迄个圣经啦、啊。中华民国要宣誓是用伊个宪法，根本迄本宪法伫台湾都无实施啊，迄种假呢。奥巴马那本那是啥圣经呢？啊，所以你要看哈、哦，所以为人会安那讲，我们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去选举，然后来给改变，白贼话，伊手换中华民国宪法这边的宣誓，我请问你，你变哪个变？你哪把变等一下叛乱？足清楚，法律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甲选调，互你选调，你想讲我从中华民国甲改名，甲改做台湾，会使哩无 ？No。啊，那安尼你选有啥物意思？中华民国伊知无？伊知影。伊用方法用啥物？用你台湾人三个特点：爱钱、惊死、爱做官。你爱钱对不对？爱钱会举手。我嘛爱钱啊！你不爱钱，我相信，拢爱钱啦！哎呦，啊你无钱是要怎食饭啦？爱钱的举手，你好，你好，安个对啊啦！你来看哦，中华民国边啊叫你来选举，足简单的嘛！来来来，你来选，你来参加来选举，你若得票有5%以上的时候，一票给你30块。呀，好笑啊！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！我甲美国讲的时候，美国上台不爱相信的，哪有可能？我拜托你给他调查好吗？蔡英文这边算的时候609万，609万，一票30块，1亿8000多万，得了小小的。马英九678万票，得了去2亿多呢，小小呢。奇怪哦，因拢敢那提迄个钱，免报所得税呢哦。贪污，不讲贪污啦。只有咱台湾人是欺负足忝的，你叫伊做一个公仆，伊会当得票啊？所以你去甲当，我问你咧，你去甲当票对不对？啊，你当一票，你爱了偌侪钱，敢不知影？无啦，什么当一票1000，伊投你1000够影啊？咱甲当一票，咱俩爱了230块啊。政党一年领50块，四年200块。个人30块，230块。你看你选这么多年，你了多少啊？
投票一旦提前看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买票，无啦，迄是去投票的人，伊甲你买票，互你500块、1000块啦，我知影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即卖想吼，你选伊，你选好，迄候选人一旦提30块啦，好、哦，你来看咩吼？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。就是安尼，你叫遐民进党什么党，叫伊卖选啊，伊拢不爱插你。伊心内是讲，你咧笑，叫我卖选，我有钱好摕，我不爱选。这是真真正正伊心内话啦，他讲内底话，伊不爱甲你明讲啊。啊，但是讲起来你有真好，那会使不爱选？啊，那不爱选，就国民党掉了了去啊。你差不多不爱我改，我多改反驳啊。我要讲一句话，就是国民党拢掉了了，嘛不要紧，咱的投票率来咱个降到50%以下，美国都爱一摆啊，有困难无？无困难的，即摆投票率超哪只？67%啦，咱个鼓动17%的人卖去登票，就是50块以下嘛。但是台湾人做会到啊，做袂到，啊做袂到要安怎？我都爱想别个方法啦，用告美国的，让美国的犯人来判决，让美国犯人推出台湾件，训练4000名，啊41万人的身份证，安尼，再佫甲美国讲，来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请你把政权还给我。所以我会甲告伊讲，2020年10月20日，咱的控告案，真真正正。后摆伫咱台湾的历史典馆，绝对你看会到。后摆你就知影，只有法律这条路会当救咱台湾啦，无其他的路啊啦。我甲各位讲啦，啊，搁安尼长途落去，台湾人后代足危险的，可能会全消灭去。你认为咱的后代拢个消灭去敢好？好的野手，啊，唔好的野手，你拢歹方消灭啦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这条法律这条路行到足辛苦的，因为安怎有真侪人啊，读册拢读一半的，68年来，台湾人的读卡内底，因为反对国民党，拢一直想讲要将国民党给赶出来就好啊，其他拢不要紧。所以呢，咱伫这个初级班内底啊。我和咱各位讲是，咱现主持的台湾一般的经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初级班内底讲较白，干那有两个代志就好啊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不管你中国在占台湾占偌久拢无效。第二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人有人甲你讲哦，啊，我去参加选举，啊，我选了，我从中华民国甲改名，好变做台湾，迄甲你骗的。你伫圣经宣誓呢？你变哪个改变？全世界无一种个法律讲，伫迄个法律来规定之下动算，啊，佮用迄个法律改变盘的，没有这种，没有这种法律啦。咱来知影，中国即马对台湾的看法已经完全无同款啦。3年以前，中国的高干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迄阵伊拢出派，拢讲啥？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有啊，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自古以来，你讲那个希腊人家问讲，你怎么讲这样？伊讲根据历史事实。我讲根据历史事实啊，中国是官僚的啦，是蒙古的啦。啊，那就把中国献给蒙古，是啊，我台湾都要献给你。啊，过来，咱根据历史事实，历史事实，清朝嘛才管一半尔，你有上课拢看咧图有啊，一半尔。所以根据历史根本就唔对去啊。3年来，中国开始研究战争法、国际法，所以中国3年前开始改变，为温家宝、胡锦涛的下半年呢，开始改变。因即马开始改变，因讲啥？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
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，已经把核心利益取代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温家宝一鬼婚本来叫台湾同胞，现在改成台湾人民，不一样了呢。最近这个月事情而已，余正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常委兼政协主席，又兼上海市的书记，五二三发表，他说什么？法理台独，只要民进党放弃法理台独，他就要跟民进党接触。民进党跟我说法理台独，所以宋金章他说没有啊，我们从来没有讲法理台独啊，不是民进党啦，是共产党啦，台湾民政府啦，我们是法理台湾啦。因为台湾可以分成法理台湾跟政治台湾，是不一样的呀。你不能看中国，他在表面上对民进党说，实际上对我们说啦，但是只有法理台湾，才有办法救你台湾人。所以李克强很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，五月二日在德国，他宣布什么？他宣布说台湾的问题，以前他都说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战所引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读过的书有吗？他说是中国内战，他现在改变了，他现在说要求日本遵照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，一直在讲的哦，日本，日本官方长官甲呛声，用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钓鱼台是日本的，自古以来是日本的，二九，前几天6月29号。啊，五月拍摄，5月29号，中国诶，迄个啊，做官方正式宣布，伊讲啥？发言人宣布，我们中国绝对不承认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我讲伊迄涂鸦面诶，伊讲不承认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啊，我请问你咧，还承认什么啊？《马关条约》、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他不承认，好，这个提掉。啊，不叫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他的皇帝，大清的皇帝已经将台湾平和挂给什么人？日本的天皇啊。啊，你若承认说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你不承认嘛，你没承认就这样和平条约嘛，啊，就定义要啥？要承认马关条约啊。等到他的宣布，我跟你说啊，等到和中国陷入啊很大的困境，无唔对。我相信最近啊，会个演变啊。但你即马有读下咱个这个法律的论述啦，你会很清楚啦。你会很清楚啥？这个中国的代志，什么人去主导？阿东啊，伊去主导啦。伊即马除了就和咱民政府法律的论述、法律的文章的公布，刷落去，在日本嘛是提供法律的文章给因，即马中国嘛甲提供给伊，啊，所以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一定爱用法律。咱家日本人讲，台湾的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如果没有办法正常化，安尼你北方四岛你无多解决。台湾的问题一旦解决，北方诸岛的解决、独岛的解决、琉球的解决，拢总解决，真趣味呢吼。特别讲啊，这个趣味，咱已经行几啊年，行啊足艰苦的呢。2000年行到今年，2013年，7、8年呢，好不容易，这7、8年内底，咱无用武器，咱也无钱，嘛无甲你扣钱，但是咱有法度和日本讲出来讲话。那么已经有法度
和中国出来讲话，和美国出来讲话，咱算真牛呢。安尼来拍拍手吧。所以各位，今日初级班的这节课，我要甲各位讲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所学的两句话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都是今日上课的最后，我要甲各位讲的。这两句你记好，安尼。在我们的五月二一、二二、二三高级班的时候，六月，我说不对，六月，六月二二、二三、二四，二十一对吧？二一、二二、二三高级班，那当时我们会说更深入的，因为刚开始说太深入，你会听不懂，当时那当时我们有一个中国国情，你除了要知道台湾以外，你也要知道中国的事情。我们坦白说，我们台湾人一般对中国的事情一知半解。你想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怎么产生的，知道的举手，没人知道嘛。你跟中国在华里作战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产生的，你怎么作战啊？中共的政策是怎么决定，无人知影，你看偌可怜。中共伊个钞票是边仔印，上哪印，上面哪附件，拢唔知影。就咱个高级班哦，会讲进一步要上课个所在。所以今日呢，咱个初级班吼，要到这个所在。等下呢，咱个也做二长，要甲咱大家上这个闭幕式哈。二长吼。坦白讲吼，足甘心的啦。我上课，我开课，我甲各位讲吼，伊是真忝，伊身体吼无爽快，但是嘛坚持来，佫小可滴发烧，吼、哦，我是足感动的啦。若有即款的议长吼，咱台湾真正有救啊啦！大家拍手，议长，我真欣赏吼，嘛真佩服即种的人格者。为咱台湾真正足拍拼，大家拢同款。来，感谢各位，咱等下吼休十分钟了，再过来开始吼。来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请起立，行嘞，下课十分钟。